之前去了一个地方，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很享受那边的生活，也给自己一个很冷静的一个时期。我觉得充了一下电，感觉回到了最初的那个出发的自己。我最近喜欢上了烹饪，我在家里会自己煮一些简单的东西，然后也更关注自己的健康了。我发现，我觉得我很有信心去迎接接下来挑战，然后也会想分享一些这段时间的养分给大家。